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一段和小朋友有爱温暖好笑的互动，过于高冷的小帅哥不握手怎么办呢？我们是跑男，我们现在想跟你一起录这个节目。你不会唱儿歌吧？你会唱的什么歌？对啊，幼儿园。你有没有会的歌？你展示一下吗？爱你孤身走暗巷。会。好可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呢，这位高冷的帅哥？你会唱《孤勇者》吗？会，他是我的哥哥。啊，哥哥。那你会？他会唱。听过吗？这歌我没听过。没听过啊？这两个没听过。那回去好好听一下，好好听一下。谢谢小朋友，谢谢。握个手，握个手吧，握个手，握个手吧，别那么高冷吧。宋雨琦转呼啦圈的时候我就喜欢，现在他跟周深、刘涛、沙溢一起跳舞，这画面我看住就是心情愉悦。奔跑吧男宁录制真好。